我决赛赢定了，没有心情。我很认真的准备了比赛，也没有，我一直在工作，然后中间还生病了，现在病还没好，但是不重要。我觉得拳击最重要的是信心，从第一轮一直到最后的总决赛，我已经看明白了，就谁更自信谁就能赢。其实大家差距真的没有那么大，都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就谁在台上更自信，谁更有信心相信自己，谁就能赢。是的，还没有好，但是没啥关系。前几天好一些了，因为也太久没动了嘛，只是一直在工作，也没训练，也没什么，就没有用到他们，所以还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疼痛。不用担心，这个一定赢，赢就完事了，金腰带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运动就是这个样子，运动就是，而且这个拳击运动和别的运动还不一样，拳击运动就是你行就是你行，找你不行就是不行，找不了任何借口。你不像打篮球踢足球，有时候你可能说啊队友传球没传好，队友没接好，但拳击就是你打得好就打得好，没打好就是没打好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给你找借口的运动，它就是让你面对自己的运动。所以难得有机会大家正儿八经的在台上去较量，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。那大家坐楼梯吧，随便坐。看得我都不想打了。这后面这儿有个按钮，拨到最上面。好。然后按这个，就可以打了，用手指。你这一下就700分呐！我把它弹飞了一会儿，但是你不是打得越高越好，它可能会让打要接近谁，对吧？好的好的。嗯对，然后你那个你胜利了，它就会让你抽个奖励卡。好。你失败了，就让你抽个惩罚卡。惩罚卡，好的。对。然后打的时候稍微这个45度斜一点。好的，照顾机位，好的。机位在哪儿啊？在这边呢。对，我会跟您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是换我自己训练的吗？看呀，有事儿。
哎，我就一天看七二十次。他摇臂做的蛮好的，他每次啊，他喜欢往这边走。对。谢谢，今天打完这一圈。还可以，擦不掉，就这样回去接线。没有，你待会还得擦吧。好累呀。这俩腰是扭到了吧？嗯，扭着了应该是。老师们好。久等了，好的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什么废柴？我可以快速通过。佳燕琪啊，总决赛前的废柴。看完以后，对于这场表演赛整体的评价是什么样的？高水平、高质量、高技术、高状态，就大家两位选手的状态都非常好，就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细节点。大家一个热知识，冷知识，腰不能垂，只能按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垂，你可以垂，但腰不能垂。哦、腰只能按，如果腰垂的话，对腰的伤害也越来越大。哦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好吧？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明天来庆功，来我庆功宴，就是要有自信，拳击手都没有自信，怎么活？对吧？他的这个钱至少带着一些。甜辣吧，是吧？它有辣的。感觉有鼻涕吧，其实也没有，就呼吸有点不顺畅，就只能用嘴巴呼吸。嗯。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. 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We'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. Oh,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金腰带选手，没想到太棒了。全力以赴，你所谓度，见义而行，迈出了每一步，拳拳到肉，这前进绝不退后，除了自己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